好，云爸现在玩的这个游戏呢，它是一个太空射击游戏。那可以看到啊，他在玩游戏的时候，他全身上下是会发亮的。哦，然后他身上夹克呢，他会随着游戏的那个体验呢，他会有一个回馈感。啊，那给大家看一下画面是长什么样的。那画面其实是蛮漂亮的哈，只是说像我这种不会 3D 晕的人哈，因为他这个那个玩起来都会有点晕眩，因为他没有个参考点跟地标。而这是一个完全虚无的360度空间呢，在游戏，哦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要玩是在玩的人，他身上穿很多装备，一开始的着装还有点麻烦。那在玩的过程中是蛮炫炮的，对。下七彩霓虹灯啊！好，现在看云爸在脱装备，他非常开心，一次可以那么多人服侍他。好，但是会不会有点晕哈？不会，你不会啊？还蛮享受在里面的。是啊，还是就有感觉有点像音乐游戏啊。对，因为好多画面都好看。对啊，而且它在设计的时候会跟着节奏。不过要穿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我的妈！它在射中的时候会全身会震动。嗯，对。就觉得还有敏感。嗯。射中的时候会震动嘛，对不对？